不会很贵？嗯，我换机油大概换算成台币大概是450块。台币啊？对，一次啊？对，一次。你怎么那么便宜？哦，我有找到比较便宜的店这样子。我刚开始不知道，也有换过那种30块的，对。哦，你当初这个买这支买这一台多少钱？哎，我那个时候买，哎，我买7500块左右。对。但是我买的比较，它是这样子，因为基本上他买车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跑去像台湾一样都是靠那个店的那种，对，那个叫零售商。那另外一种就是私人买卖，比如说我以后假设要换车，那这台车想要卖的我自己卖，所以它分两种。那你如果是像我这种，如果是自己卖的那种私人的，它会比较便宜，但是你的车子可能买来比较没有保障一点，可能它有些地方它也没在管这样子。而你如果跟零售商买，他车子至少他会安全上无虞啊，你开了没问题。但是通常就是会比较贵。不过基本上，如果跟台湾比，他们的二手车买起来是比较放心的、啊。比如说台湾，你也知道那个表是参考用的。他们这边，你如果被查到你那个表调过啊，那你就等着去坐牢啊。因为他们觉得，就是说，你车子可以卖贵卖便宜那是你的事，可是你不能欺骗人家这样子，对吧？哎，这样比较好。你又说多少，你要卖贵那是你的事，可是你不能明明跑了10万，你给他跑成9万这样子，那是欺骗的行为，对啊，那就不行了。15块，就一年缴750，就大概一天大概2块台币。哦，他怎么那么便宜？没有，他停路边，所以就还好这样。但是停路边呢，哈，没有是交给政府啊。对，交给政府，交给市政府。对，那停路边，你如果通常一般有些人比你如果比较心疼的，他你新车的话，他通常会不会想停路边？因为冬天会下雪，对，进出也比较不方便。他们连路边都没有画格子。对，他们没画格子的，对。我那天早晨下来，那个工程车，他停好了，还再去看，哎，后面还差这么远，他过来把鼓啊，不、哦，我说那个他前那个后面那台车怎么开出来？哦。郊外，其实郊外也蛮多好，也有一些蛮多不错的餐厅。Yeah.
到一个韩国字啊，不过他的餐厅的名字是英文，啊、不是韩国字啊。这样子啊，叫做那个是韩国字没错，可是我看一下，英文叫做那个叫做什么？搜最左边。因为它是8750，其实我 GPS 没有精确定到，对吧、啊？我只能定到88多，不过绕回来是应该是这边。记得它在边是不是？这是一类咖啡哦。它是 SO 开头的。对，叫做。BBQ， 怎么是9082？那一个摊位，一个摊位叫什么？8750。哎、欸，所以是在过去咯，所以是九。所以我刚刚还在走超过咯，那边是88，那可能我还走超过。这样没错，这样应该是还没到。还没。因为我定位的点是88，然后它的地址是87，对，就我以为87是比较靠这边。说还有一个地方像这样这么大的家，这边可能不容易出去。真的火气的，我操！我也不太熟，我是靠卖场。对，这个是卖场。超市，对，也算是超市。这也是黄绿灯的这样。这个听什么？这个。没有，那个是，其实是不能停车的，画这样，就基本上不让你开上去，画黄线，画黄线这样斜斜的，就跟台湾那个十字路口中间不是有那个黄线，然后是网状的，意思差不多了。Sinoya。这家，对。